今天是7月9号，周末，可是股民却炒翻了天，什么意思呢？关于汽车这一块的，尤其是新能源车这一块，有朋友说新能源车调整就是机会，给你前期没有上车朋友的一个低吸的机会，还有人说汽车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大顶，如果你这个位置去接盘，那你就是站岗的。究竟汽车在这个位置该怎么办？还有周末出了个利好，新能源车下周会如何演绎？这一轮汽车反弹的核心带头大哥又是谁？如果大家对这些问题感到迷茫的、看不懂的，仔细听。首先说利好，什么利好呢？就是新能源车的免征购置税有望延期，那对于这个方向来说肯定是利好了。大家我们看，新能源车从这里1768涨到2767，这一轮涨幅直接就突破了1000点，是吧？1000点的话，大家看一下这个涨幅是不是巨大，整个板块涨了50到60个点，个股的话翻一翻的，翻几翻的都有。那么我们从这一段的走势来看，新能源车到底是高位还是新的机会？有些人说他要突破这个前期高点，甚至要突破这个3289这个历史的高点，有些人说这个汽车还要大涨，但同样有些人说这个位置是顶，要跑路，到底该怎么看？我们从技术方面啊，全面来做一个解读。首先我们看一下30、60，从短线来看一下，如果你看一下30分钟图，你就会发现30分钟图其实它的60天均价线这里是往下走的，那就说明什么？它是属于一个空头状态。属于空头状态的话，那追高就一定要谨慎，下方的支撑位就是在这个60天线与这个30天线叠加这个位置，所以它在这个位置有机会迎来超跌反弹。它调整没到位，那么下周是不是还会有一个杀跌的动作呢？再看一下60分钟图也是一样的原理，它调整也没到位，下方的支撑位在60天均价线，那么60天均价线它还是往上走的。所以说啊，30分钟图跟60分钟图走出了一个相反的走势，一个是空头，一个是多头，那么究竟该如何去应对呢？我们从整个的这个走势来看，看一下它的日 K 线，你是不是发现了，其实新能源车这一轮的涨幅，它都是以这个10日均价线为目标啊，或者说为支撑，一路震荡走高。但是在这里，它连续的几天调整，跌穿了10日均价线。现在就是以20天均价线的一个支撑为标准了。那么20天均价线能不能稳得住呢？我觉得大家没必要纠结。什么意思呢？告诉大家一个原理，就是说啊，它如果杀到20天均价线附近，大家是可以做低吸的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位置一旦站稳的话，再反弹你不就吃肉了吗？就算它跌穿了，它不会一下子跌穿呢，跌穿一下它也会有一个反抽啊。有个反抽的话，你是不是可以借这个反抽跑路，也不会亏损多少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说20天均价线就值得大家重点留意了。还有我们看量，这段时间量能它是这几天连续放量，那这几天为什么会放量？大家应该都知道，这几天是因为迎来超预期的利好所导致的一个放量上涨。那从技术方面来说啊，前面我一直强调大家，这个位置是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压力位，我就告诉大家这个位置要小心，因为这个位置量能是放了比较大的。前面在这一轮反弹的过程中，它一直没放量，大家看一下，它没放量，所以我说这个时候要小心。但是它既然放出了量，那在这里调整后，新能源车有机会再次震荡走高啊，去冲击上方的这个位置。但我认为啊，新能源车到这种时候越要冷静，也就是说啊，它越逼近这个高点，甚至这个高点越要小心，不能追。当然啊，这个要区别对待，高位放量大跌的啊，那些大家一定要注意啊，要小心风险。那个股的看，有些还是存在机会的。我们看一下新能源车，它的个股啊分化很严重，什么意思呢？后排有多支票是属于大跌的，对吧？跌得比较惨，很多票都跌停的。那前排同样的有多支票是涨停的，这就给了大家一个信号，什么信号？高低切换，大家觉得是不是？前期大涨的涨了很多的，调整了，那么前期没涨的这些票
迎来了一个新的机会，上涨的机会。目前来看啊，有几只票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，或者说位置比较低的，你像福田汽车啊这种第一部啊放量的二连板刚启动，所以说它的空间潜力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。还有像新斯达呀、北特啊这种等等啊，都是属于低位的。目前来看，新能源车这个方向的核心票是谁啊？江铃汽车在这个方向啊，它出现了一个三连板，而且这个三连板大家是不是发现什么？对吧，三连板逼近前面高位，而且这里是放量，所以下周它要面临的高位的压力，一旦突破它就进入了一个加速阶段，一个主升浪，所以说这个票值得跟踪，值得重点留意。还有就是无人驾驶这个方向很多叠加的票，大家也需要注意啊，需要重视，像这些票的话有机会再次的成为核心票、龙头票。从整个的新能源车的走势来看，现在这些涨停的票，这些票大多数是属于前期涨幅不大的，还有就是前期调整比较充分的，所以这些票的话大家可以留意，可以跟踪，但是切记去追高啊，尤其是那些前期涨幅巨大的、出现高位杀跌的那些票一定要小心。综合来看，新能源车还没走完啊，现在属于一个分化状态，所以大家可以去弱留强，或者说是避高就低。好，这期视频我们到这就结束了。